前以新曲 Cream Car 回归歌坛。23日，他们也在音乐节目上获得一位，并带来安可舞台。虽然当天五名成员都有些微感冒迹象，但完全不影响他们的演唱实力。直接负责开头演唱的 Mini， 不论低音还是高音都完美消化。其他全们也都各自展现自信唱功。让看到影片的网友们纷纷惊呼：感冒还能唱得这么好，真的好厉害 ！Idol 不愧是实力派女团呐、啊。